为了让香港建筑业界呢是可以是多些设施多些 facilities 去做 BIM 用 BIM 和去谈 BIM 呢，所以 CIC 特别呢找些资源呢就去开发这个地方。政府现在我们是推动一些我们叫 offsite 的 construction， 即是说工地以外或者叫工場以外 的工作發展，包括呢一些我們叫 offsite 的 prefab 的 yard， 即是說場外鋼筋預製的工場 MIC 啦，組裝合成建築法 DFMA 啦，可工製造及裝配的設計，提升建造業生產力和它們的質量。而 BIM 呢正正就是這一類這樣的技術的骨幹。特別多謝就係 CIC 咧，喺佢哋業務發展嘅同時咧，都照顧 BIM 喺 MegaBox 呢個 Enterprise Square 度揾咗一個空間，等我做一個 BIM Space 嘅。咁我哋展示 BIM 嘅 technologies 啦，同埋第二就係咧，同業界一齊發展。